惯，是为了保环境，对，protect 保护。环境。好，来三。彩铃，别，也为了去旅行，旅行就不工作了。很好，很银针。你是不是为了跟同学讨论功课，所以晚上没回家吃饭？好，来曼斐，曼斐在不在？丽霞，绿蚁，拜绿蚁，为了什么草带贝来？你带再了说一次。台湾来。好，来三星珠。你是不是为了帮女朋友照片，所以买了新的照相，照相，texture。照相，所以买了新的照相机。好，那现在换你们练习了，请你用"为了"来告诉我。好，你为什么要学中文？你为什么要学中文？请你先想，想好了，请举手告诉我。你为什么要学中文？好，彩铃。为了所中文，你学中文那为了什么？你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什么？所以才学中文。所以才要学中文。像你是工作吗？还是你想，来台湾？你想做什么？所以你才学中文的。银针，我是为了要去台湾才学中文的。很好，很好，那彩铃，可以吗？你再说一个，彩铃，你为什么学中文？你以后想做什么？学了中文以后，你想做什么？我不知道呀，你不知道。好，那你想来台湾吗？爱的冰球，什么？爱的冰球。你不来台湾？那是因为工作吗？还是以后去大学 college 的时候，你为了要上大学，所以学中文。那没关系，你可以先想。来，我们看第二个，大家为什么应该做资源回收？为什么？我们为了什么，所以要做资源回收？丽霞，
做资源回收可以怎么样？如果你做了资源回收，我们可以保护环境，对不对？ Protect our environment， 保护环境。所以你可以怎么说？为了，丽霞。资源回收是什么？ Recycle means recycle our source. Recycle our source. Something can use again. 像我们的塑胶杯，还有纸杯、汽水罐，那叫资源回收。They can use again. So we have to recycle.我们要回收，那你为什么应该做资源回收？为什么？为了保护世界。啊，可以，为了保护世界，为了保护环境，所以呢？所以我做资源回收。我们应该做什么？我们应该做资源回收。很好，很好，丽霞，很好，好，再来三。医生常说不要喝太多汽水，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要喝太多的汽水？素芬，为什么不要喝太多的汽水？哦，为了对我们的身体不好啊，为了我们的身体，所以呢，我们不可以常不要常、嗯、不要常喝太多汽水，不要喝太多汽水。好，素芬说，为了我们的身体，我们不要喝太多汽水。李东健为什么订了餐厅，请大家一起去吃饭呢？那这个你可以想，想怎么说都可以。李东健为什么订了餐厅，请大家一起去吃饭呢？为什么？曼斐回来了吗？回来。好，那你说。李东健为什么订了餐厅？为了，为了要吃好吃的食物，东健订了餐厅。可以，可以，好，那。请大家一起去吃饭，我们常请大家吃饭是因为要庆祝 celebrate something， 庆祝生日，或是庆祝东健搬新家，庆祝东健找到工作，有新工作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为了庆祝李东健搬新家，他订了餐厅，请大家一起去吃饭。好，再来，白如玉为什么要找有网络的套房？为什么？有网络你可以做什么？有网络的话，素芬，有网络的话。还是银针？让他更方便跟朋友联络。可以，所以你可以怎么说？请你用这个。白如意是为了。为了在前面。为了更方便跟朋友聊天。
还有找资料，所以才找有网络的套房。嗯，谁找有网络的套房？哦，所以白如意才找有网络的套房。很好，很好，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不懂的？好，没有。那我们先休息，我们先休息。